京是哪里的车牌？京是北京市的车牌，主要有京 A、京 C、京 E、京 F、京 H、京 J、京 K、京 L、京 M、京 N、京 P、京 G、京 Y、京 B 等。北京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，也是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，下辖有16个市区，共147个街道、38个乡和144个镇。北京古称燕京，公元1267年，蒙古族忽必烈定都北京，建立了元朝，从此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，并延续到明清两代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如今的北京是现代化国际城市，也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。